崔永元踢爆了范冰冰的税务案之后，可以说在娱乐圈内是人见人愁。首先是与冯小刚和华谊兄弟的事情，至今是纠缠不清。然后则是直接搅黄了投资几个亿的大轰炸的国内上映。现在的娱乐圈恐怕是没人愿意与崔永元搭边了。不过今天崔永元在微博上又点名了一个明星，向佐。向佐是香港演员，父亲就是大名鼎鼎的向华强，中国星娱乐有限公司手握周星驰、刘德华、刘青云等诸多资源。当然这次崔永元是表扬向佐非常尊敬父母和长辈，是个好孩子，并连竖三个大拇指，这样的褒奖也是挺高了的。虽然掀起了娱乐圈的不少风潮，崔永元在娱乐圈内还是风生水起。十月底的时候就曾暗示自己将参加一部电影的拍摄，随后在11月22日就晒出了片场工作照。继续在娱乐圈里晃悠的崔永元肯定会掌握着更多的圈内内幕，正直的他会不会继续着整肃娱乐圈呢？